一个展览来讲哈，它是一个生产性的展览，它不是一个结果性，它是一个在过程中我们透过一次一次的推进讨论或是这个交叉，最后的展览的结果是在这过程中生产出来的。我们的家怎么样让我们遮蔽风雨之外，团聚亲情之外，你的脑袋可以离开你肉身所捆绑的世界，去到遥远的星辰，探究更超越性的意义。在今天建筑师或者说这个产业的这个扮演的角色，应该都可以有一些新的被调整跟重组的机会。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来激荡更多多元创意，以及在一个美学经营时代之下的一个新的激荡的一个机会，结合产业界以及设计界来搭建一个新的一个平台，以各位的愿景以及各位的技术来对2025的台湾未来的家、未来的生活做一个想象，以及做一个实验。Thank you.